其多宝佛虽久灭度于大寺院而狮子吼。这是第二。正觉三佛于见此人，就是先举说多宝佛。多宝佛他虽然是久远劫前就已经入灭了，可是他有大誓愿，运用他的大誓愿到各地游佛说法华经之处做狮子吼，赞叹佛的说法而来扶持弘扬这个大法。所以而狮子吼有说他以无畏之说呀来赞叹佛弘扬这个法华经。多宝如来即以我身所及法佛当知此意。现在在灵山会上不但是多宝佛现前，并及我释迦牟尼，我释迦牟尼佛自称，他是现在佛之身，同时十方世界所有的分身诸佛都聚集在灵山会上，所集拢来在灵山会上的化佛，就是分身佛，化佛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分身诸佛，多宝佛、释迦牟尼佛、分身诸佛的化佛，那么就是三位佛、三对佛。那么都聚集在灵山会上用意在哪里呢？就是要使这个法华经这个诸法实相的妙法呀能够永久住世，来做度化众生事业。那么你们大家应当要知道，这多宝佛、释迦牟尼佛跟十方分身诸佛显现在灵山会上的用意，当知此一应当大家都要知道。佛的意思就希望人人都能修心成佛，所以一切众生都有佛心，有佛性都能做佛，只要你体悟诸法实相之理，依法修行，将来都能成佛的，你应当要明白这个意思，就是要大家开始悟入佛之之间。诸佛子等虽能复法，当发大愿令得久住。再劝大家，你们各位佛的弟子们，佛子指一切菩萨众，佛的弟子们，你们所有的佛弟子们，你哪一位能够发心来扶持这个大法？谁能复法？谁还是勉励期望，希望大家有人发心来弘扬这个大法。那么能发心复法弘扬这个大法的，应当在这个时候要发愿，那么发愿弘扬这个大法，就使令这个正法能够久住啊，正相末之后还是一样能够利济众生，对的，使令法能够久住。这是正觉三佛于劝持经，劝大家受持这个法华经加以弘扬。下面第三是劝意，解释佛劝大家扶持弘扬法华经的意思。其有能扶持经法者，则为供养我及多宝。如果有人能够发心扶持这个法华经，能弘扬这个法华经，那么这就等于是供养释迦牟尼佛，我释迦牟尼佛自称，并及供养多宝佛。为什么这样说呢？此多宝佛出于宝他，常游十方，为是经故，亦复供养诸来法佛。那么多宝佛为了要扶持法华经的缘故，处在宝他之中啊，游化到十方世间。这都是为了要弘扬扶持法华经的缘故。那么大家发现这样子弘扬法华经，就是等于供养多宝佛。供养释迦牟尼佛，同时也就是供养十方分身诸佛，所以叫做一佛供养诸来法佛。句诵虽然是四个字一句，但是这有些地方是要连起来念，中间没有断掉例如一佛供养诸来法佛，这个没有点啊
他没有标点的原因就是要你连住读下去，一幅供养如来发佛。前面这类文字也很多啊，例如说这位供养我即多宝，这也是连起来念啊，不要念成这位供养我即多宝啊，它是连起来的，那就是等于供养释迦牟尼佛的我跟多宝佛是连起来。那凡是这个标点，它都是很仔细的做的啊。那没有标点的地方，就是两句也连起来成为一句念着啊。同时庄严观是诸世界者，这是指分身诸佛在十方世界清净庄严有光明，是也是庄严啊。那么以光明来庄严他的佛世界，所有的佛世界都是清净庄严的，这是指分身诸佛的清净庄严的国土。若说此经，这位见我多宝如来即诸法佛，如果有人能够发心弘扬法华经，无论是读诵受持讲说都包含在里面，所谓前面法视频的五种法师因为他这个句诵啊是四个字，固定四个字一句，所以只是说若说此经，因为讲说比读诵难那么必定要了解通达才能讲说呀，所以能说的必定就能读啊。如果有人能够发心讲说读诵受持法华经，那就等于见到释迦牟尼佛，我释迦牟尼佛自称等于见到释迦牟尼佛，也就见到多宝佛，也见到十方诸分身诸佛，所以叫做也见到多宝如来并及诸化佛化佛就是十方世界分身诸佛。那么受持法华经就是等于见到三佛啊。那么从前也有人呢受持读诵法华经那么保他现前在当时这亲见灵山会上的议会这都有可能的，这是佛的愿力如此。那么只要你至诚恳切如发受持，必定能够有所感应。那么这是第三是劝喻，也就是庚子下第一举三佛欲劝流通到这里说完。下面第二举难持之法欲劝流通，说这个法华经是难逢难遇难持难信之法劝大家要发心弘扬流通先说本来很难的事情，有神通的人可以做得到，但是弘扬法华经比这更难，举出很多例子。所以这里有两段文，第一正举劝正举出这个很不容易做的这个难行能行的工作来劝大家。那么这里有三段文，第一是戒劝那么戒大家要好好发心，要劝导这个如法去弘扬护持，所以叫做戒劝。诸善男子各地思维，此为难事以发大愿，这就是戒劝。善男子也是菩萨的通称，佛法里面往往在佛经里呀以善男子通称一切菩萨，这不是固定指男的这个女性的这个佛弟子们不要太分别心太重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只跟他的男众讲，没有跟我们讲你要知道他这个句诵是四个字一句啊，而且这个善男子这句话呀在大圣教典里面往往把它看作是菩萨的通称，那么菩萨没有限定男女相所以这个诸善男子是通指一切佛弟子们，四众都在里面前面多数都提到四众弟子，那么四众里面出家众比丘尼就是女众啊在家众优婆塞优婆夷，优婆夷就是女众啊，所以这不要偏看职位男众，是因为他的字句有限，而且善男子就是菩萨的通称，也可以看作佛弟子的通称那么这是对一切佛弟子讲，
不是限定在男性啊，女众看到他没有跟我讲，我没事了啊，那我可以睡大觉，可不是这样的啊。那么这是通称佛四众弟子呢。过地思维地，认真审思明辨，好好的去思维啊。思维什么呢？思维想办法来弘扬法华经，受持法华经，因为此为难事，能够受持弘扬法华经是很难的事情啊。那么你们应当要发大愿，一是应当要这样做啊，要发大愿来弘扬法华经。下面是正觉难持于切，说这个受持读诵法华经、弘扬法华经是很不容易的，举出许多难呢来劝大家。诸于经典，速如恒沙，虽说此等，未作为难。以经典，释迦牟尼佛一代所说的法，说法49年，谈经301回，除掉法华经之外，这个时候涅槃经还没说，法华之前，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教典很多了，其他的经，那么实际上是很多的，速如恒沙、恒河沙数那么多，那么这是包含已说、未说都在里面，已说的已经很多了，未说的更如恒河沙数，华严经里面，一粒微尘里面就包含无量大千经典在里面，所以这个佛说的法如恒河沙数那么多，要讲要说这些经。除掉法华经之外，其他的经虽说此等未作为难，要讲经说法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讲其他的经啊不算难，还比较容易，讲法华经又比较难，那么这后文就是总说这个弘扬法华的难。这是举出经对经来比较，弘扬其他的经比较容易，要弘扬法华是比其他的经要难。若皆须弥，直至他方无数佛土，亦未为难。这是一件难事，把须弥山、须弥心亦叫做苏弥卢，旧亦叫做须弥，翻成中国话叫做妙高，妙高山，四宝所生越妙啊，那超出群山叫做高。就是印度人古代的想法，认为世界中间有一个大须弥山，这个须弥山为众山之王，这个山很高，据说超出海水之面，有84000由军。那么从海面算到海底，也有84000由军。那么这个山很高很大了。如果有神通的人，把这个须弥山宰下来，直至他方，直是丢直啊，我丢到他方世界去啊。有神通的人可以把这个须弥山抓下来，丢到他方世界去，直至他方啊，直是放，丢到他方世界，摆在其他地方啊。那么经过无量无数佛土，丢很远很远，亦未为难，这也不算难。为什么不算难呢？大菩萨有神通都可以做到的啊。不过他不这样做就是了，这个是可以做到的事情，有神通就做到。若以足直动大天界，远直他国，亦未为难。那么把这个3000大千世界，只用一个小小的脚趾，足趾，足就是卡了啊，脚啊，用那个卡正头给等起来哈，整个世界都动起来了。这个就以足趾动大千界，你试试看，你把脚趾啊往地面动一动看，大千看动不动，没有这个能力啊。为什么没有神通啊？没有神通啊，不要说是足趾啊，用大整个大力量才摇动它也没有办法啊。别说是整个大世界，就是一个房屋你也摇不动，别说一个房屋，就是一个柱子啊你也摇不动啊，因为你没有神通。有神通的人可以用一个小脚趾让往地下一点，整个大千世界都会摇动，谁做到啊？听过观无量寿经吧？大势至菩萨他坐在这个莲花座上啊，
他脚放下来的时候，脚碰到大地，大地都要震动，啊，所以叫做大势至，大势啊。他脚碰到大地，放下来，哎，他坐着盘腿坐在莲花座上，他不盘腿了，放下来了，这个脚底碰到大地啊，大地就要震动，啊，那么这就是等于是阻止啊，碰到大地就能够使大千世界震动，大菩萨有这个力量。也有这个力量能够把这个大千世界跟前面的须弥山一样啊，把它抓来丢到他方世界，远之夷国，嗯，把它丢到他方世界去。有神通的人也可以做到，不算难，亦未为难，不算难了啊。若立有顶，为众演说无量于经，亦未为难。有顶，世界最高的那个天，摩西首罗天，世界四禅天的第十八天，最高那一层天，站在那个最高的有顶天上，有顶啊，就是世界有的最顶天了，再往上是无色界了，所以叫做有顶了啊、嗯。站在那个无色世界天最高的那一层天，摩西首罗天的上面，来讲经说法，为大众说其他的经，无量无边其他的经，疑经，除掉法华经之外啊。嗯，亦未为难，有神通的人也可以做到，嗯，也不会困难。若佛灭后以恶世中能说此经，是则为难。总结上文，那些前面所说的不难，只有佛灭度以后，在五诸恶世当中要说法华经，这就难了。在五诸恶世之中，到了佛灭度之后，尤其在末法能说这个法华经，这就很难。为什么难呢？因为真正能够发心听的人不多，尤其到这个时候啊，一般对于这个大乘佛法他不肯接受不肯相信的人，他都要生起诽谤，那你跟他讲说他怎么可能深信啊，所以就难起来了。那么总算呢、啊、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还是以大法有缘呢、啊、讲还是有人听，听的人也还不算少，可见各位是很难得的啊、在这个很不容易弘扬的时候而有人能听啊、这本来是很难，现在看起来好像不难，实际上要大家能够体悟诸法实相，能够开示悟入佛之见，那是不容易的，所以试着为难。下面再举出许多难的事情来说明并不难，以弘法为难，啊、嗯，假使有人手把虚空而以游行，亦未为难。虚空有多大啊？能不能把这个虚空抓在这个手上？手把虚空，把这个虚空抓住，啊、嗯，那么拿住这个虚空啊，在十方世界游行，这个能做到吗？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了、啊、当然是不容易做到，不过大菩萨他可能有这个能力，也许能够做到，算起来还不算难，亦未为难，不算难。以我灭后若持若自书持若使人说，是则为难。书写也包含五种法师，读诵解说都在里面，受持也在里面。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尤其在末法时代，能够书写受持这个法华经，或者是自己不能写请人写，这就很难，因为这个大法要弘扬很不容易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修行的人呢，以写经做修行的方便，因为从前这个法华经无论什么经都是一样，都是靠手写的，因为在古代没有这个印刷的方式。科学没发达呀，没有印刷，没有印刷嘛，那当然都要靠手写，所以写经啊就是流通法宝，但是写要公正啊、规规矩矩，一笔一笔，一点也不能马虎啊、这个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呢有提示很多这个写经的方式啊、必定要恭敬啊、尊重啊、楷书写得端端正正的啊、这样子写经有很大的功德。那是古代没有印刷的方式，所以用写，现在用印方便了，也不一定要用写了啊、但是写经也可以做修行的方便了，可以拿来做修行的方法啊、
例如古人的写经方式，恭恭敬敬的写一个字，拜三拜啊，绕三圈，那么这样子写经啊，那么他写经就是修行，那可以得到很大的受用啊。所以如果能够使人写或者自己写啊，只有字写好啊，这在末法时代是很不容易做到的，那么显示弘扬这个大法不容易，所以啊，逝者为难。若于大地至足甲上生意翻天，亦未为难。如果有神通的人把这个地面的大地啊，把这个大地啊放在这个足甲之上啊，卡真嘎卡真嘎黑地卡真嘎边啊定陶啊，把这个大地放在这个足趾的这个指甲上放在那个地方带着这个大地升到大梵天上面去，这个没有大神通的人是做不到的，很不容易做到实际上本来很难做的，可以把它看成并不算难。佛灭度后于恶世中暂读此经，逝者为难。佛灭度之后，尤其在五诸我世的末法时代当中，能够暂时读诵这个法华经，这就很难了现在看起来好像不难了，法华经很多嘛，读的人很多啊可是读是读啊，心有没有得到法华的真实受用假如你读法华经能够开示无漏佛之知见，能够体悟诸法实相，那才算做真正读经的实义那么这就很不容易了，很难了，我们只是在文字上打转迷失法华转悟失转法华那么你在迷的时候就被法华经在转那实际上你也没有得到法华的真利益，那不叫做真正的读诵。真正读诵能够开示悟入佛之之间能够体悟诸法实相，那才算是真正能够读诵法华经，那就很难了。假使解烧担负甘草入中不烧，亦未为难。假定说这个世界交到坏街了看那个有一部书啊叫做法界安利图，法界安利图它又说明这个世间法界它怎么样是建立起来的，那么世间有这个成住坏空世界，成住坏空世界交到坏街，世界有坏的时候啊，七番火一番水，七番水一番风，火水风三灾，这个叫做大三灾，来破坏这个世界。那么到了这个坏界的时候啊，以二十小界的时间把这个世界烧成灰那么假定说这个世间交到坏界了，火在烧了，所以叫做假使界烧，界指坏界，成住坏空四中界当中指这个坏界，世界交到坏界了，火在大火在烧了那么大火在烧的时候，如果有人担负甘草，担用挑的捡个台用大呀挑的负背负背在背上或者是背负甘草，或者是挑住甘草甘草啊就是很干的草啊，大大也茶了这个一碰到火就着起来了，很容易着火。那么碰到这个火烧大千世界的时候，那你有神通的人可以担负甘草到这个火里面去啊，不被火烧，入中不烧，担着甘草到这个火堆里面去，不会被火所烧。这很难做到吗？因为这个干柴一碰到火就烧起来了，怎么会不烧啊？有神通的人有可能那么所以这个本来是很难的，有神通的人也许不难，所以未为难。我灭度后若持此经为一人说，是在为难佛灭度以后，尤其到了这个末法，能够受持这个法华经，能讲说别说是多人单为一个人说法华经，这就很难了。不过我有反过来的想法，我想为一人说比较难，为多人说比较容易。为什么呢？叫我单为一个人讲，我实在不想讲
两对手啊，一个人对一个人讲，我一个人讲，一个人听，这样讲很辛苦哎。我辛辛苦苦的讲，听众只有一个，啊，不想讲，啊，所以我说从前我在佛学院里教书啊，有一班这个在家居士们，他也发心请一位老师，那是在家居士的老师讲经啊。起初啊还不错的，有二十几个，哎，他都蛮高兴的讲，哎，第一次二十几个，第二次不到二十，第三次十几个，第四次不到差不多十个，到了五六次啊，剩下五个，哈哈，剩下五个。这个老师看到人这么少，哎，他一看一生气啊，就说没有六个人我不讲。他没有六个人他不讲，为什么？他来了只有五个嘛，只有五个。他五个，你原来二十几个，这剩下四分之一，还剩下三分哪里去啊？那你们请我讲经，你们都不来听了，只为你们五个人讲。五个人我也是这样讲，二十个人也是这样讲，两百个人我也是这样讲。那么你们来了这么五个，我实在不想讲了。他本来就是说，我这五个人这么少，我听众那么少，我不讲了。所以他说，没有六个人我不讲。没有六个人他不讲。哎，现在我蛮好了，这不止六个人了，六十个人超过了啊！我还算是法缘不错了，哎，听众还没有啊，还不算那么少。他为什么不到六个人他不讲呢？听众太少啊，他用力一样大嘛，啊，例如这个大火车可以运载几百人，那你只坐三五个人啊，这个浪费太大了，啊，所以他不愿意讲，嗯，那所以我会想。为一人讲才难呢，为一人讲实在很难，为多人讲反而容易，这是我反复的话了。佛的意思是说，别说是要为多人讲不容易了，只是单为一个人讲也很难了，因为真正能够接受的人很少，真正能够发心的人不多，因此别说是为多人讲了，只为一个人讲也很难啊。那么我也反复心来看，就是为一个人讲比较难，为多人讲还比较容易。不过这个不是经义，我讲的不是经义，是我的反复义啊。经的意思是说，别说是为多人讲了，只为一个人讲已经很难了。所以说是这为难。若持八万四千法章，这句话就要连起来啊，不要念成若持八万四千法章，不能这样念啊。若持八万四千法藏，这是连起来的啊。如果要受持佛所说的八万四千法藏，法藏有八万四千吗？这是对众生的八万四千烦恼而说的啊。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佛就有八万四千法门来对治众生的烦恼，所以叫做八万四千法藏。受持十二部经，十二部经讲了多次了，常行、重诵并受具。孤其无问而自说，因缘比喻及本事，本身方广未曾有，论义共成十二名，广如大论三十三。这十二部经的句诵就十二分教。这个名相前面讲过多次，不必再讲啊。佛的教典经总不出这十二类。那么十二部经，十二分教里面一部经最少也有三五类啊。那么像这个法华经有长文，有句诵啊，也有孤取诵啊，也有无问自说啊，也有因缘，也有本事，也有本身事。例如后边的这个提婆大道品，那是本事本身事啊。方广就是大乘经，未曾有里面这个未曾有好多了啊。那么论义彼此辩论，后边到提婆大道品后边龙女成佛那一段智济菩萨跟这个龙女辩论龙女跟舍利佛辩论，那都是论义十二部经往往一部经里面都具备那么最少一部经也有三五部那么十二部经是指佛经内容的分类，有十二分教，就义叫做十二部经，部就是类啊。为人言说，把这些佛法我要搬出来讲给人家听，令诸听者得六神通，听的人都个个让他得到六神通。五通容易啊，
六通难，六通，因为五漏通是要断烦恼的，见识烦恼断了才得五漏啊，漏就是烦恼，五漏就烦恼断尽，这是很难的。虽然如是亦未为难，虽然能够这样做到啊，说法使人得六神通，这个不算难啊，佛菩萨都能做到，不算难，实际上是很难啊。于我灭后听受此经，问其意趣，是则为难。佛入灭以后，尤其到了末法时代，有人发心来听这个法华经啊，受持法华经啊，有问题不了解的地方提出来请问法师啊，法华经里面的意义中去啊，那么一加一提出来请问，得到完全的了解，这才难，是则为难，这就很不容易了啊。法华经看起来文字并不深，含义很多，文字不算深啊，但是含义很丰富，很不容易完全了解，所以智者大师能够以九旬檀喵九十天只讲妙法莲华经五个字，因为它里面含义太多了，很不容易完全表达，所以你要真正完全了解法华经，那必定有下一番死功夫啊。所以有疑问肯发心去问啊，学问啊，学必定要问，不问没有办法学好啊，这很不容易做到，所以是在为难啊。若人说法令千万亿无量无数恒沙众生得阿罗汉，具六神通，虽有是意，亦未为难。如果有人能够善能说法讲经，使令千万亿无量无数恒沙数那么多的众生通通证阿罗汉果，得阿罗汉，证阿罗汉果啊，都具备六神通，得阿罗汉果必定有六神通啦。虽然有这么大的利益，亦未为难，不算难啊，大菩萨都能做到，不算难啊。以我灭后能奉，若能奉持无始经典，是则为难。佛灭度之后能够奉持法华经，弘扬法华经啊，如师经典，师就持了啊，奉持这部法华经，那就算难了。上面就是正说明这个难的情况，正举难持，以劝大家发心啊。这个说难的意思啊，并不是要人不发心，就是因为要发心，所以劝人发心啊。真正能够做到，那就是难中之难，而你能够发心啊，是难行能行。下文第三是难持意，为什么那么难呢？解释这个难持的意思。我为佛道以无量图，从始至今广说诸经，而以其中此经第一。释迦牟尼佛说，我自从成佛到现在，在无量国土，这已经秘密的把它的根本已经显了一点点出来了，已经落了一点点啊，因为不止在娑婆世界呀，无量国土啊，那么无量国土讲经说法度众，那就不止在这个世界成佛而已了。从始至今啊，从开始发心到这个第一次成佛到现在啊，如果以后边的开记贤本来说，就是从第一次成佛以后啊，讲经说法度众到现在啊，那么现在以进门来看，就是从他发心能够讲经说法弘扬佛法到现在啊，那么广说诸经，其他所讲的经很多很多啊，而一其中啊，此经第一，在一切经当中，只越现在这一生四十一年来所说的法当中，以法华经最为第一。为什么最第一啊？前面只是开山，现在是显一啊，前面都是开权，现在是显实，所以特别难，这才是开示悟入佛之之间，令众生体悟诸法实相，所以最难。若有能持这持佛身，如果能够受持法华经啊，就是受持佛的法身，因为经就是佛的法身设立啊，就等于受持佛的法身一样。下面第二师劝义当中的第一段啊，从目持经之人
再劝募这个发心受持法华经的人啊。这是四劝义的第一段啊，劝大家发心啊，来弘扬法华经。诸善男子，以我灭后，谁能受持读诵此经？今亦佛前自说誓言，来劝大家发心啊，要发愿。那么你们各位大家在会的听众们，在佛灭度之后，谁能发心受持读诵法华经？那么现在在佛前应当啊要发愿啊。下面第二段，名能持难持，这诸佛喜欢喜叹啊。如果能持这个难持之经，诸佛都要欢喜赞叹啊。此经难持，若暂持者，我这欢喜，诸佛亦然。这一部法华经很不容易受持，很不容易弘扬啊。那么如果暂时，别说是长久了，暂时短时间能够发心短时间的受持法华经，那佛就很欢喜了啊。我就是指释迦牟尼佛自称啊，他很欢喜，不但是释迦牟尼佛欢喜，诸佛都欢喜。这个诸佛就包含多宝佛、十方分身诸佛，乃至无量无边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同样都是那么欢喜。如是之人，诸佛所叹，能够弘扬法华经受持读诵的人啊，这个人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所赞叹。下面第三最后一段，名即成自行化他圣行，您能够发心弘扬法华经，就成为自己修行教化众生，他指一切众生啊，这就最殊胜的菩萨道圣行。是者勇猛，是者精进，是名持戒行头头者，这为极的无上佛道。赞叹啊！能够受持法华经的人，这就叫做勇猛精进，勇往直前，很猛烈的道心啊！这就叫做精进修行，就不会懈怠，精就是不杂，专一，进无退，努力向前。能够依法华经受持读诵，依法如法修行，那这就叫做最精进的人。能够受持读诵法华经，就叫做持戒清净的人，也叫做行头陀苦行的人。头陀心意叫做度多啊，这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斗兽，斗兽就是九丘旁啊，手字旁一个斗字，手字旁一个树木的树字，斗兽。斗兽什么意思呢？例如这个毛巾肮脏了啊，切切的，切切回前提，斗兽，斗兽是这个意思，斗兽啊。这个头头就是斗兽，就是把这个脏的东西把它斗掉，让它掉下去，斗兽啊。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持头头行啊，身体的身心的烦恼很多啊，正长烦恼。能够修持头陀苦行，那就能够把这个烦恼消除。所以佛弟子当中十大弟子之一的这个迦摄尊者，头陀第一，活了190岁，他还是修头陀苦行啊，穿白衲衣啊，淡衫衣啊，常乞食啊，常坐不卧，这个十二头陀前面曾讲过了，现在不必再讲。那么就是修苦行呢 能够按照法华经修行的人，就是能够持戒的人，能够修苦行的人。那么这一种人就很快能够成佛，是这位极的无上佛陀。极不要看作生病啊，成佛生病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极就是快，快速极的快啊。这个人很快就会成佛，决定成佛，虽然是快，就是三大无数界也是快，一念普观无量界，无去无来亦无住，如是了知三世事啊，超诸方便成实力，成实力，华严经的句子啊，一念就具备无量界，无量界不离一念啊，以无量界看成一念来说，就是积德。
很快，很快啊！无量劫尚此尚且不离一念，何况是三大无数劫啊？还不是无量之数呢啊！所以这个人很快就会成佛，因为无量劫就是一念啊。再修无量劫能成佛，以华严的世事无碍的境界来看，就是一念，在一念中就能成佛。这个人既然能够发心，能以来世读持此经，还没有成佛之前修行菩萨道，生生世世都能读诵受持法华经，是真佛子住存善地。这个人能够依法华经修行，就是真正的佛弟子，他住在纯粹清净庄严的善法之地啊。善是好了，指他安住在菩萨道的善法之地啊。地就指这个心地，心地经常清净啊，如法修行的住存善地。佛灭度后能解其一，是诸天人世间之焉。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能够了解《法华经》的意义，依法来弘扬《法华经》啊。那么这个人呢，就是等于人天眼目，人天眼目。是诸天人世间之言，世间指这个天上的天人，人间的人，六道众生能够依法华经的正确修行这个人呢，就是人天眼目。禅宗祖师时时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所谓真正的如法修行能够大开大悟的人，就是人天眼目那么也有一部书的名字的题目就叫做人天眼目那么您如果能够开示无漏佛之之间，能够体悟诸法实相，这就是人天眼目。受持读诵讲说法华经的用意，就是要开示无漏佛之之间，就是要体悟诸法实相之理，所以它就是人天眼目那么这是显示受持法华经的功德真是不可思议，成为人天眼目。以孔为是能虚仪说，一切天人皆应供养。孔为之事，孔是恐怖，为可怕。什么时间之事最为恐危呢？五浊恶世。在五浊恶世，尤其到了这个末法时代，众生人心越来越险恶，社会上越来越黑啊，那来那黑暗啊，好像前几天下雨的情况一样啊，这个世间是黑洞洞的啊。那么因为这个世间很是可怕啊，恶人很多啊，坏的情况很多，而死人道也不能增进啊，这很可怕的这个世间。假如能够短短的时间，虚仪是最短的时间啊，除掉刹那之外，就虚仪。虚仪按照经里面说，是一天有30个虚仪，比我们这个24小时啊稍微短一点。那么就是举最短的时间，别说是多了，别说是讲一天两天，以一天的1/30的时间来讲说《法华经》，那么这个人呢，就是一切人间天上的人都应当供养这个说法的人啊。显示能够奉持《法华经》是非常不容易啊！显示《法华经》啊，是众生的人天眼目啊。那么人天眼目就是诸法实相之理，就是开示悟入佛之之间。你能够开示悟入佛之之间，就是体悟诸法实相，那么这个人就成为人天眼目。那么大家跟着他修行那么他有这个般若的眼目啊，只能领导你一直到无上菩提的国海，绝对中途不会有所问题出现啊。那么因此之故啊，能受持法华经的人就是人天眼目。那么简单说，就是学佛的究竟目标就求成佛。怎么样才能成佛？那必定要体悟诸法实相能悟诸法实相，才能真正了解法华经。所以这一部经讲到流通分处处读说法华经的功德这不是只指这个文字而已了，
文字固然是法华经，但是文字是文字般若啊，那么必定要依文字起观照，观照就是要开示无漏佛子之间，那么依观照来证实相，那就是体悟诸法实相之理啊，这个叫做般若的三个步骤，学习求证般若的功德的般若三个步骤，依文字起观照，由观照证实相，实相就是诸法实相之理，般若就是实相般若，在法华经就是诸法实相，能够体悟亲证诸法实相，才算是究竟了解法华经。所以这个受持读诵讲说书写目标都在开示无漏佛子之间，都在体悟诸法实相，处处不离实相，这样子才能够得到佛法的真正的利益，那么这个人就是人天眼目。讲到这里，见宝塔品讲完了，下面就是提婆大斗品。提婆大斗品就是说明佛的过去是行菩萨道的时候的善知识啊。你不要看提婆大斗是个很造忤逆罪的人啊，那么经常跟佛当冤家，可实际上他是在久远之前做释迦牟尼佛的善知识。释迦牟尼佛能够今天成佛，提婆大斗帮助很大，是后边的提婆大斗品啊，就是说明过去善知识帮助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能够依法华经修行，才能够很快的成佛。同时后边说到龙女成佛啊，尤其你们女性的听众啊，各位善知识更是重要了。哦，下次说不定就讲到龙女成佛呀啊！你看这个龙女怎么样子成佛啊？成到什么样的境界啊？你如果要了解的话，下次再讲。